大基金持股，芯片封装材料商 IPO 或受理，打入苹果华为供应链。新东西10月13日报道，昨日，封装材料厂商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科创板 IPO 或受理。在半导体领域，封装材料主要起到基板填充、晶圆保护、芯片、引线框架、基板间粘接、导热等作用，是影响芯片良率、性能的重要材料。德邦科技主营业务为产品主要以电子及粘合剂、功能性薄膜材料为主，其终端客户有长电科技、立讯精密、歌尔股份、京东方、华为、小米、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长城汽车、中国中车、株洲电力机车等。相比国内上市公司，德邦科技在生产场地和产能、融资渠道、营收规模等方面存在不足。